我们上一届有一组台在台湾的美，在美国的台湾人提案，那这一次也有，所以也是做国会相关的，跟这次发生相关的。然后预告一下哦，下一届2018的距离与讲述金将在1月1号开始征件，然后征件时间是到1月31号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提案。 1月1号到1月31号。喂，听到吗？ 现在我们是美国国会台湾观测站，那开始进行报告。 其实已经做完了，就是我们有做NLP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这边可以进行分类跟做tagging嘛。那接下来就是NLP，因为还没有上去，但是我们有engine，所以我们可以demo这个东西。就是我的NLP就是。
帮助我们的志工进行方案做标签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 engine。目前因为还没有在网站上，所以只能用 Postman 的方式。所以像你刚刚把那个 PDF 输入进去的话，它就会直接告诉产生 keyword， 就是告诉你这个法案，还有他们出现的次数。但这个还可以在 optimize， 但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 engine， 所以志工就可以知道 OK 这个法案我们可以用哪些东西当 key。还剩最后一分钟。对，然后。目前的进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 主要网站跟我们的后台的管理网站，对。好，那有要问问题还是 Q&A 什么的吗？这网站现在连得上去吗 ？Dev 连，啊可以，是 Dev 连台湾 Watch 连的，对，如果连不上去。我想请问一下那个，因为加 S，HTTPS， 那个其实 GDP Grant 的那个其中报告里程碑验收给付标准是每一个团队自己写的。那在你们的团队自己写的这边，第一项是完成网站视觉设计，可不可以看一下？网站的视觉设计就是现在看到的，对。前面的几个大概有一两个月左右，就是在产生我们的网站的 logo。对。好，现场还有什么问题 ？T 管报告。请问会那个资源多语系吗？比如说中文。会资源多语系吗？例如说中文。对，没错，就是